2015万达国际足球邀请赛获得了万达海外地产项目的鼎力支持，包括澳洲黄金海岸珠宝三塔、西班牙万、美国芝加哥万、伦敦万四大项目参与其中。好的，欢迎球迷朋友们来关注这场国际足球邀请赛，由上海上港在主场来迎战马德里竞技的比赛。今天呢，还是有请到了金超老师和我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非常高兴呢，大家能够随同我们一起关注这场应该算是比较重头的这个友谊赛了。那么一边呢有中国球队的参加，又是目前中超的领军球队，而另外一边的马竞呢，在过去的这3-4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已经是欧洲足坛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代表球队了。没错，正如超哥所说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在上海上港这边可能有几名的球员，包括于海、包括吴磊，去到了参加东亚杯的这个比赛当中。而马德里竞技这边呢，他们在今年夏天也是引进了很多新的球员来到球队，包括萨维奇。但是萨维奇在上一场在日本的比赛当中却是打进了乌龙球，这个状态呢，今天我们也是有待考证。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们的记者去到机场来接机的画面。1314西甲冠军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全队从日本抵达上海，其中包括中国队员徐昕也出现在了队伍当中。虽然当天的天气超过了35度，但是还是有很多热情的球迷早早地来到了机场迎接球队的到来。我们是突雷斯球迷，我们杭州过来的。我是从宁夏银川西北，坦丹托雷斯，我爱你，永远也让你。球员一走出通道，球迷们便热情地呼喊球员的名字。在所有队员中，金童托雷斯也特别受到球迷们的爱戴，他也亲切地给球迷们签名留念。球队队长加比代表全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Bueno, la verdad que hace tiempo que vinimos con el equipo de Madrid, pero el recibimiento fue muy bueno. Le agradecimos mucho a la gente cómo nos recibió y esperemos que esta vez pues sea igual. 这个由于之前啊，我们的记者也是很高兴的去采访到了队长加比。而这个马德里竞技这边，其实他们今年夏天最主要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图兰这边离开了球队，再加上之前米兰达转会去到了国米。超哥怎么来看待今年夏天马德里竞技这边的一个运作情况？到目前为止，整个球队的运作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非常良性的。那非常多的有实力的球员或回归或加入，体现出来的是马竞他们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且呢注重发展。对，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事实上传统意义上我们会把这个像波尔图啊、本菲卡等球队叫做黑店，其实马竞在过去呢已经成为了在各个位置上的著名的二级黑店。对，就是他们输出的球员当时的这个身价都是达到了欧洲顶尖的水平，特别是锋线球员，甚至成为了整个欧洲最著名的锋线产地。所以我们不太担心马竞的操作能力，像别托这样的球员，在过去赛季里面我跟唐辉多次都在说，这可以说是西甲年轻球员的第一人，这样的引进我觉得是绝对成功。是的，而上海上港这边通过二次的转会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吉安来到球队，而且对球队的这个影响力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怎么来看待上港今天他们整个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毕竟是热身赛嘛，这场比赛呢其实更多的探讨双方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意义并不是很大。是，那么更多的我们要看的是双方的一个态度。那么上港这边的态度呢就可以映衬出来，一，国脚球员都不在，二呢后面还有这个很繁重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今天如果您切身感受到上海的天气状况的话，今天是38-39度的这样一个高温。对，在这样的一个今天拉响这个黄色预警的情况之下，还要去拼上自己的主力去玩命踢一场比赛，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所以在联赛的整体周期当中，无论是比赛的双方都会撑着踢，更多的还是一个友谊赛的这样一个姿态。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去到现场来看看现场的一个情况。这边双方的球员呢已经蓄势待发了，马上就要进入到球场之内。今天正如超哥所说的，上海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双方的球员能不能这样全力以赴完美的发挥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双方为我们献上精彩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场地是上海的8万人体育场。
在之前上海上港在日本率先进行了亚洲之行的第一战，他们是和鸟栖砂岩在90分钟之内战成了1-1，之后呢是点球大战4-1战胜了对手。那场比赛科克是角球直接破门，后来萨维奇自摆乌龙了。而上海上港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中超旅程当中是4-2战胜了重庆力帆，最近的10场比赛是8胜2平保持不败的，双方的运动员准备登场了。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新赛季的西甲用球，双方的运动员已经入场了。今天的裁判组王哲、王德新、周飞也是刚刚执法完潍坊杯的决赛，来到上海继续来执法这场2015万达国际足球邀请赛。马德里竞技在最近的几个赛季当中也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发挥，这边镜头给到王申超，今天也是戴上了队长袖标。而今天马德里竞技这边的队长则是14号加比。今天的主裁判王哲来自北京，助理裁判王德新以及周飞。王哲本赛季执法过10场的中超比赛，也是亚足联精英裁判组的成员。这边双方的队长进行一个挑边，裁判王哲。两位助理裁判员周飞以及王德新、王迪，第四官员。双方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上海上港这边，门将是22号孙乐，后防线上2号张卫、4号王申超、28号贺冠、5号汪佳杰。中场方面，朱峥嵘、张一以及孔卡，在前锋线上吕文君、埃布拉以及林创意。这是上海上港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在马德里竞技这边，门将方面1号的奥布拉克，后防线上20号胡安·弗兰、15号的萨维奇来自黑山、19号的卢卡斯、3号的西凯拉。中场方面迪亚哥、14号加比、10号的奥利弗·托雷斯、6号科克，前面是比埃托搭档着格里兹曼。而费尔南多·托雷斯重新穿上9号战袍，是坐在替补席上。这边马德里竞技的主教练迭戈·西蒙尼，他已经率领马德里竞技拿到了这个西甲冠军、国王杯冠军以及欧联的冠军。这边埃里克森，上海上港的主教练。两人之间呢堪称师徒了，因为在当年执教拉肖期间呢，西蒙尼呢曾经是埃里克森的一员爱将，他们也共同夺得了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当年的冠军。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15万达国际足球邀请赛比赛已经开始了。这边是由上海上港来对阵马德里竞技，上半场的比赛上海上港身穿白色的战袍从左向右进攻，而马德里竞技这边传统的红白剑条衫，也号称床单军团，从右向左进攻。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和评述的是金超以及石庆胜。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欢迎广大球迷朋友们通过新浪微博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在新浪微博搜索金超奥斯卡以及十大圣不齐天，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了。
科克，外围就来一脚远射，这一次是偏出门门柱。免广告，玩弹幕，听比赛更省流量，看什么下载 PPTV APP 一起嗨。开场之后，科克就是敲山震虎，在禁区外率先来一脚，也迫使孙乐做出了扑救的动作，可惜是偏出了门柱。从双方的首发情况来看呢，都是主力替补混搭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上港呢有自身的考量，他们有的球员呢还在一个调整适应期，有的球员呢参加国家队的赛事，那么也要考虑到后面的比赛的这样一个持续性。没错，所以今天的比赛里边基本上算是现在能用的球员都拿了上来，除了这个常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把吉安算作是一线阵容当中唯一没有先发的球员。那其他的替补阵容选择呢，比如说胡靖航啊、李浩文啊，包括吴海天啊、杨志远，这些球员都是我们常说的二线小将，不在一线队编制里面的球员。没错，那么上港的上半场阵容应该说还是具有相当强的这种对抗能力。而另外一边的马竞，也就是我们常说 ATM 这边，他们在上半场比赛里面排出三分之二左右的这样一个首发情况，包括了像科科加比、格里兹曼、比埃托、胡安弗兰、奥布拉克这些，当然还有迪亚哥这些主力球员。那么总体来看呢，球队还在一个季前磨合热身的这样一个状态选择当中，这也跟西甲整个开幕的周期可能会放的相对比较靠后有关系。上海上港在左边路的进攻，一对二，这样的话球是出边线了。二号张卫，而这边是二号胡安弗兰。一个细节啊，今天马竞的队服上面的这个名字也是印的中文，刚才我们看到20号胡安弗兰的20号下面印的是中文的胡安弗兰。上海上港这次在左边路的进攻无功而返了，球是出了底线，门将奥布拉克。这是马德里竞技的替补席，值得注意的是徐昕今天也是在替补席上，这名中国的小将看看下半场或者是有没有登场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徐昕呢是来到了发布会现场，他也是毫无疑问这场对抗赛的一个焦点人物。西蒙尼也在鞭策他，认为他来到马竞之后呢，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有望从 C 队到 B 队，甚至完成到一线 A 队的这种升级挑战。没错，3号西海拉，边线球掷出来没有形成联系，球被上海上港碰了一下。之后马德里竞技在中场组织打得稍稍的有一点乱，这边上海上港的反击机会被加比断下来了。今年马竞整个在转会市场上操作可以说是引人关注，而且花了大价钱大手笔。先看这个球，埃弗拉的速度，好机会。好的，这一次埃弗拉在左边，还有空卡。好的，来一脚，这一次球是打高了。我们也看到啊，朱峥嵘，久未露面在一线队的朱峥嵘终于跟我们秀了一把文武峥嵘的这种风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细节处理，这个细节处理体现出昔日东亚体系的这种训练的功底，同时呢也看到了面对这种大场面一些对手上甚至是名将的情况之下他的冷静。对，埃弗拉的速度这个确实是非同寻常，像迪亚哥、胡安弗兰这些老同志是根本追不了的。埃弗拉呢在二次转会期间也是取消了报名，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为吉安让位。超哥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选择？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嘛，这个名额就是这么多了。夸西也就是我们报名注册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埃弗拉，对，我多次说过这个名字里边没有埃弗拉啊，让埃弗拉德夸西，这是他的一个全名，但是无论叫他什么
大家已经记住了这个还二十岁出头的懵懂小子，他有着超凡的身体素质，对他的这个潜力啊是非常巨大的。相信呢，上港考虑到他是一个永久转会的这样一个情形，一定会希望把他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保留性发展。是的，现在这个阶段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成长股，一个潜力股去栽培，留在球队当中。这球打在上海上港，这是谁啊？朱峥嵘的背上。好的，现在还过来了。嗯，后卫来，李爱托往右边分，脚法恰到好处，还弗兰。面对张磊的防守，选择了回传，然后直接低平球往禁区内给。这一次是犯规在先了。林创一被放倒在地。之前呢，大圣也问我啊，这个超哥对马竞的转会到现在为止的表现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性的工程。马竞到现在为止花费已经超过1亿2000万欧元，你让我在这个赛前这寥寥数语啊说清楚，这个是太困难了。对啊，有点难为我了。那么单从他引进的球员来看，杰克逊、马丁内斯、萨维奇、卡拉斯科和比埃托，包括回归的像菲利佩·路易斯，对这样的一些球员，他的能力是得到普遍公认的。嗯，好的，先来看这次进攻，西凯拉在左边路，好的撞墙的配合，哦，这次还进去了。看西凯拉传到门前，好机会，脚后跟打门，这次是被孙乐拿到了。这是当红炸子鸡的射门吧，格里兹曼。对，哇，漂亮，凯夫拉传的也不错，机会啊，太可惜了，孔卡吧，没错，这个攻守回合非常精彩，双方都是通过内部的进攻，嗯，打倒三角，而且效率非常高。对，天气很热，球员很辛苦。嗯，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已经不是黄色预警了，已经是橙色预警了。确实上海的天气都奔着40度去了。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球员们还在积极的奔跑，而且节奏这么快啊，要给他们献上掌声的。是的，埃弗拉的个人能力啊，素质啊，真的是很高，而且埃弗拉非常的积极啊，真的是素质太高了。又来了，又进去了，1-2，这个一对二还是差点钻成了。对，真厉害。这边又打格里兹曼，格里兹曼也杀过来了，直接打得漂亮。哇，格里兹曼将球打进远角，节奏太快了。是，这是我们赛前没有想到的。格里兹曼这一下停球非常的舒服，领到禁区之内直接打后脚，非常精彩的一次攻防对峙。嗯，那边埃弗拉刚刚在禁区里面获得机会，这边漂亮的长传球，对，直接是找到了快速插上不越位的格里兹曼。嗯，这脚球打的质量非常高，是球贴地，而且直接要了一个死角。这样的话，格里兹曼将场上的比分改写成1-0，马德里竞技在客场领先上海上港。上港开场之后呢，是踢得比较开放的，对，是呈现出一种对攻的面貌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确实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于擅长防守反击的马竞来说是很喜欢的。没错，上海上港压上去之后，马德里竞技通过中场奥利弗托雷斯以及这个迪亚哥加比科克这些人的组织，可以一脚就找到前面。嗯，能力上也确实强，把握机会的能力，看格里兹曼刚才那一次。对，埃弗拉的速度和身体的结合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跟这个世界顶级的攻击手之间的一点差距。对，而且从埃弗拉开场之后的这种感觉和状态以及拼搏的精神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心里也不服。嗯，我要用这种良好的表现这个证明我自己，因为他作为这个科特迪瓦国青队可以说绝对的主力成员。对，
它的转会费，无论是从这个欧洲的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还是从这个实际的转会来看，它已经在年轻球员这个层面上达到相当高的高度，对，就是达到300万欧元这个层级的。嗯，这个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球员来说，这个层级本身是对他能力的一个充分肯定。嗯，他之前在东欧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也印证了自己。来到中超之后，屡屡有关键分的这种博得非常不错。但是由于这个节奏非常的快，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跟大家聊点什么东西。哎，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球迷都在问的转会，啊，问的天气。包括大圣之前让我做的评价，这没法做。你看又来了，西海拉横向面对3人的防守，这球是被断了下来。咱们踢得这么快，真的好吗？这个马竞也没想到。看看萨维奇，萨维奇是黑山的中后卫，上个赛季是在佛罗伦萨效力的，他是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马德里竞技，当然和这个马里奥苏亚雷斯也是转会去到了佛罗伦萨。这样的话其实差不多是一个转会费加球员方面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马竞新赛季的最大笔引援呢是杰克逊马丁内斯，嗯，他是没有随队来到了中国，对，嗯，但是仍然是破纪录的，在马竞的这个转会史上是一个破纪录的人物，对，作为整个欧洲的最炙手可热的攻击手之一，嗯，哥伦比亚前锋转会费达到3500万，是。而且呢，从无论是从身价了，身价的角度来讲，他是超过了阿尔达图兰。对，阿尔达图兰是3400万去到了巴萨，那么相当于我还多添了一点，买了一个杰克逊马丁内斯。还是从这个位置属性的角度来讲，因为曼朱基奇离开之后，真正的这个中锋的位置属性位置上最理想的选择就是杰克逊马丁内斯，他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马竞神锋衣钵的球员。在这个位置上，马竞已经缔造了多位神锋，包括今天在场边的费尔南多托雷斯，没错，包括阿圭罗，包括老虎法尔考，包括迭戈科斯塔，他们都已经成为这个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了。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线，都是大牌。而杰克逊马丁内斯呢，就是神锋传承。杰克逊马丁内斯也是从 AC 米兰的这个饭碗里抢过来的啊。在1500万到2000万这个级别的引援层面上，我们球队是完成了4笔交易，按照1000万以上级别是完成了5笔交易，这个水准是马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同时呢也体现出的是马竞今年的这种野心。嗯，刚才介绍了大圣也比较熟悉的萨维奇前曼城和佛罗伦萨球员。嗯，那么卡拉斯科呢，其实在之前我们转播法甲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位新锐卓越的潜质。除此之外的比埃托是西甲熟悉的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位小鲜肉，能力超凡，是西甲去年新人王，他的转会费也超过2000万。嗯，菲利佩这个已经曾经是西甲的最佳阵容选择了，对，啊，也是马竞的老熟人，前切尔西的球员，再加上小门萨，好球，这边又有机会禁区内顶一下这越位了，格里兹曼处在了越位的位置，这么多的名将，嗯，他们的加入实际上是整个的马竞的阵容啊，我认为变得更加强大。虽然说像马里奥苏亚雷斯、阿尔德维雷尔德，嗯，包括曼朱基奇和图兰离开了球队，但是补强的球员，我认为是在综合实力上超越了离开球员。对，所以新赛季的马竞啊，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难缠。在中场，格里兹曼头球点给科克，再和西海拉做配合，控球能力非常强。迪亚哥给到中间，这边加比再找奥利弗托雷斯分到右边，整个的传递非常流畅。欢弗兰再给加比，马竞的这个控球能力非常强，在中场现在完全已经占据到了控球的绝对优势。这次的直塞
显得稍稍大了一点。来自科克，哈比比假装在上海留言说：“这个门票十几块钱一张，我估计这个免费的话，我自己都会考虑考虑，因为今天太热了。”对，这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原因，所以这个上座率啊不是特别理想。我身旁倒是有几个朋友，不是体育圈的，今天还真的是冒着酷暑赶过去的。我送给他一句话：“你疯了吗？”好的，刚才你为什么不选择在手机端或者是电脑前来关注由我解说的比赛？科克，今天马竞应该是一个4-4-2的阵型，在中场他们几位大将的控球能力现在是显而易见，上海上港只能通过一些这种快速的反击来寻求一些机会。加比再给奥利弗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分右边，环弗兰已经上来了，可惜这一次还是越位在先。环弗兰在前些天的这个商业活动当中也是和这个上海当地的这个万达集团进行了这个乒乓球比赛，2015万达国际足球邀请赛获得了万达海外地产项目的鼎力支持，包括澳洲黄金海岸珠宝三塔、西班牙万、美国芝加哥万、伦敦万四大项目参与其中。西凯拉来至边线球，白开水兑了水，说感觉下半场会给徐昕一些上场时间。对，毕竟是在中国境内友谊赛，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甚至半场就可能换。是的，刚才又是加比过顶球往禁区内给，稍稍的是低了一些。萨维奇的头球，哦，这边又让埃弗拉差一点带到机会。上港是红魔留言说舍弃埃弗拉还是蛮可惜的。对，迪亚哥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选择。是海森、孔卡，这是包括埃弗拉，达维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好说啊，这毕竟有教练员自己的思考。达维今天也是有伤不能上场了。这边又是边路的机会，比埃托这球出了吧，没有判，这脚后跟再给欢弗兰，面对张卫，哇，这一次禁区内有没有动作呢？裁判反正是没有表示。这样的动作以后要小心。马竞这边可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好在这是友谊赛的比赛。而且又是中国籍的裁判。又是一波这个鲁能和国安的球迷又来留言了啊！东东说这个12号鲁能对国安的比赛，这超哥你要争取一下。这个我记得上一场中超的比赛里边我已经说过这事儿了啊。留言的球迷也很多，下周的比赛了。球迷问马竞谁进的球？格里兹曼，对，来自法国的前锋，也是上个赛季从皇家社会转回来到马竞。科克在和迪亚哥做配合，来自葡萄牙的中场。奥利弗托雷斯漂亮的外脚背分球，这一次又有倒地，但是王哲仍然是没有表示。晨晨说马竞已经成为决定谁夺冠变成夺冠队了啊！马竞之前已经是西甲联赛冠军了。对，西甲联赛冠军、欧洲亚军、欧联杯冠军，已经是欧洲的一级了。是，特别是在战术打法上为欧洲足球甚至世界足球的战术严格可以说提供了非常好的蓝本。对，
而且其实他们也是以自己这样的培养球员为主，也并不是说去买很多特别成熟的大牌来为球队效力，也算是慢慢培养，买一些潜力的新星。科克又是长传球找格里兹曼，马竞在中场其实利用这种良好的脚法打长传球打得还蛮多的，今天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他们也不想打得过复杂。 Fatfly 说女同事专门去上海看这场比赛，唯一的目的就是看托雷斯，对，看脸的社会没办法，下半场即使是改托妞单场啊，是单口相声，相信大家也可以接受。哟，要真是单口相声的话，那收视率会爆棚的。好的，这边又有胡安弗兰的机会，又是在中场直接送身后球，这一次张卫是头球将球顶出底线了。这个赛季张卫也拿到了不少的这种登场亮相的机会，嗯，表现都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对，这边什么情况？允君似乎有点伤势。看看这次的角球机会。另外呢，结合 Fatfly 说的那句啊，这个看脸的社会，首先呢，这个女孩子们在某一个年龄阶段是这样的，再过一个年龄阶段她们就不看了。是的，这次加比的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那是萨维奇。马竞是人人都会抢这个定位球点的，这是西蒙尼训练的环节当中非常有特点的一环。是的，包括他们之前这个中后卫戈丁也是有着良好的投球技术，当年的西甲冠军也是凭借着戈丁的那一投。另外没说完的呢，就是真的看脸的话呢，应该不要再看托雷斯了，这个太 out 了。这格里兹曼无论在形象上和目前的江湖地位上早已超越托雷斯，格里兹曼可能有点矮，还可以，还可以，差不了两公分啊。西海拉，再给科克。在中国呀，托雷斯的粉丝是巨多的。托雷斯已经变大叔了啊。既然这个女同事现在都换成九零后了，注意小鲜肉啊，比埃托。加比在中场再分西海拉这一侧。这喜欢球星啊，太盲从了。这个。是我觉得像 Fatfly 这种身旁有女球迷的男球迷、专业球迷应该做的事情，给他们教育一下，谁才是现在最好的球员。漂亮，比埃托的分球非常的清楚，好传还弗兰，这一次比埃托差一点没有打上，也是受到了对方的干扰。十八号张一，张一也是此前在上海中邦踢过球，也是湖南籍的球员。迪亚哥再给胡安弗兰，这次的起球被张卫挡了出来。好的，这次的机会送低球进禁区，我觉得这个阶段哇，还有还是格里兹曼，球又进了，梅开二度。第25分钟，比分来到2-0了。我刚想说呢，这个阶段里面整个上场的这个局面的控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整个中场失势，而且马竞特别的认真，形成了一个连续施压的这种局面。这种情形之下，球没有办法给到孔卡或者埃弗拉，场面上就变成了完全被动挨打。像格里兹曼这种捕捉战机的能力，这个真的是没办法。2-0，对，格里兹曼献上助攻的是6号科克。从格里兹曼的庆祝动作来看，他对于比赛也是非常认真，进球也是非常高兴。格里兹曼已经晋升到全欧洲乃至全世界身价最高的20人之一，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目前的顶尖球员。和法国最具标志性的球员之一。对，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一半，进入补水时间。世界杯期间还有很多的球迷对法国的当家球员并不熟悉，
更多的还是追逐像本泽马这种名气大实力有限的球员。事实上世界杯期间大家发现了这位可以说是才貌双全的高手，对，在皇家社会期间我们已经认为他是西甲最优秀球员之一了，而马竞呢将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在差的只是炒作而已。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高度问题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个问题，这个足球场上真的是不能看高度，对，那否则的话莫德萨克和克劳奇就应该是偶像群的这个主流了，那梅西呢就不用混了。这个毕竟还不是模特行业，但是我们也看到马竞的这一众球员确实身体素质都非常的好，这是西蒙尼选材的一个标杆，他的对抗性，他的定位球当中的战术价值，这个是他选择进入马竞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给西卡拉，再给到科克，两个人的配合，在王申超的干扰下，球是出了边线。西卡拉此前在格拉纳达也是踢过球的，当时转会的身价达到了1000万欧元。这次王申超应该是有手球的嫌疑。再来看一下，没错，这样的话马德里竞技在左边路获得了定位球机会，由科克来出，看一下定位球在前点，第一点还是让埃弗拉顶到了。很明显这个比赛从战术层面上可以分析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因为这个双方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上港呢又缺少众多的国脚，对，如果说这个比赛我们苛刻的去分析这个比赛的战术价值，这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跟我们看这些欧美的球队来到中国的目的一样，对，争取看个热闹。这边苛刻的角球，哦，这一次又是直接转门啊，又来了，好球，哇，运气而已。再来倒钩，固定位置，再来一脚，比埃托瓦。你们真的是看到差距了。嗯。马竞也是一个一半主力的这样一个模板。对。马竞真的是踢得很轻松啊，在上港开局抢得那么好的情况下，现在没有被打3-0，完全是他们运气不好。是的，刚才卢卡斯。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带。禁区线上的头球顶到门柱上，之后比埃托在禁区弧顶位置直接的打门，这一脚显得没有控制好，而且这种前赴后继的进攻啊，对于上港的压力是巨大的。马竞特别擅长的就是利用这种定位球契机，哪怕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样的准定位球的契机，整体压迫你，形成这个连续攻击波，这是他们最有特点的一个战术风格。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是一支防守反击类型的球队。好的，科克这次再往左边路给西海拉，比埃托，中路有迪亚哥，加比，很流畅。格里兹曼在分右边路的时候，奥利弗托雷斯被干扰了一下。当年西蒙尼和穆里尼奥来打这个欧冠淘汰赛的时候，我们当时开玩笑说这两位防守反击的大师啊，不知道两个队加在一起全场比赛的控球率会不会达到100%。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面对像上港这样的球队的时候，马竞的控制能力，他的球员当中大部分是刚刚来到球队或者是球队的替补球员，但他们的传控能力已经是高出我们不止一个层级，对，他们想控就控，想攻就攻。所以啊，说像西蒙尼的球队，他并不是说在很多比赛里面不能控制，而是他有意的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这次比埃托的
传球没有控制好，想联系科克的，这次球是弄丢了。还是找埃弗拉，埃弗拉这次传的不错，王申超再给孔卡，孔卡的传球，哦，这一次在禁区前沿的这次头球啊，林创义是帮了倒忙啊，可惜，吕文君这脚球打门的难度其实非常大，对。罗巴斯，来自法国的中卫。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对，萨维奇，这样的后场的组合啊，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因为今年米兰达离开了球队。好的，西凯拉，西凯拉今天非常活跃，没错，我刚才一时错过了，没看清楚一个球迷的 ID， 他问这个菲利佩来了以后，这个后场怎么排？我们像西凯拉现在据说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离开的申请。因为上个赛季像加梅斯这样的球员，异军突起，突然间变成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能打，这样的话西凯拉的空间被急剧的压缩。那么菲利佩要再回来的话，确实这个后场呢，在左后卫这个争夺上，西凯拉可能就非常的困难。对，此前租借去利物浦的曼基略，这次又是被租借去了马赛。曼基略暂时还没有办法挑战他们。对，永昌我爱说，超哥，马竞想打控球的话，上港几乎是抢不到，差距太大。是，雷东多的左脚，瓜迪奥拉的右脚，留言说看脸还得西蒙尼。哇，您这个审美啊，这个，我一直觉得西蒙尼在世界杯对抗的那位应该是看脸的。好传，这边西凯拉非常活跃，进禁区了，再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回做奥利弗托雷斯，扣一下分科克，这样的话就慢下来了。今天科克和西凯拉的配合非常的频繁。加比再给奥利弗托雷斯，这次想再塞西凯拉的时候，球是被王申超断了下来。萨维奇，萨维奇加盟来到球队之后，也表示他认为来到马德里竞技是他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高度。小马喷腾有点萌，留言说不要说我们大笨马，哎，这就是我们西甲球迷的风格。哎，这个真的到皇马比赛的时候，我们西甲的欢乐多的模式就是必须要黑笨马。哎，不黑不进球，不黑的话大家就把唐老师给灭了。这边又是西凯拉面对王申超，一对一，漂亮的舞步给到禁区内，嚯，挺乱的。张卫是补防来到禁区当中，有几个球迷啊提意见说这个比赛啊，超哥今天没抠着比赛说啊，东拉西扯的。这我们也说了，友谊赛的比赛啊，咱们真的需要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身、每一个技术动作都分析得那么清楚吗？我上午跟上港在开会，连他们自己对今天下午的比赛都没有太在意这个比赛的技术细节。嗯，刚才又是比埃托。咱们在 PPTV 啊，特别是西甲欢乐多的这种模式啊，已经聊了很多了。这球是假摔，其实这就是西甲的模式。我们大半夜的时候，很多熟悉我们西甲风格的球迷都知道，我们一旦进入到西甲模式，就是聊聊，就是欢乐一下，不是要把一个比赛的所有细节都呈现出来。对，我们不是广播。这次又是在禁区前沿左路禁区角的位置，科克。比赛来到第35分钟，场上的比分马德里竞技2-0领先着上海上港。其实这个位置科克是可以直接打门的。好的，又是一个横梁，西班牙国脚有这个能力。嗯，科克这一球
应该在出脚的瞬间，他还是有一些选择的。哎，他完全可以通过脚腕的，包括触球面的变化来选择是传还是射。没错，最后还是蹭在了门楣上，而且他看得很清楚，直接就是掉这个守门员的后面。嗯。孟晓俊留言说：“这个上港这替补门将从反应、站位、倒地速度、脚下移动，都跟严俊凌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是，严俊凌毕竟已经是国门了。嗯，这个守门员孙乐呢，是89年生人，25岁，曾经在这个石家庄的天宫有过效力，也是一个低级别的球队。”张卫，吕文君，球是带丢了。加比，又是迪亚哥，漂亮！迪亚哥这几年真的是成精了啊，越踢越好。在年龄上其实已经来到了职业生涯的尾段，嗯，但是很明显，他的竞技状态却在西蒙尼的帐下获得了一个崭新的提升，漂亮！话音未落，迪亚哥就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一步停球，一脚传球，嗯，而且一下子拆解了上港的防守。对，迪亚哥之前也是尤文图斯的人，2011年转会来到了马德里竞技。在尤文的那段生涯，他曾经是尤文破纪录的一个引进，却带来了意大利媒体长达1年的炮轰和非议。对，这边科克，科克的直塞球直接送身后，这次是想找奥利弗托雷斯的。今天比埃托的状况一般，嗯，没有他在比拉雷尔那种拿球的那种感觉，应该说还是在新的球队里面需要重新去定位，重新要去找这个竞技的感觉。对，他还没有很明确在场上自己未来的一个位置，其实他跟格里兹曼是同一位置球员。嗯，中锋的应该是杰克逊马丁内斯和费尔南多托雷斯的一个争夺。是二前锋这个位置上，就是应该是格里兹曼和比埃托的一个争夺了。嗯，比埃托是1993年12月5号生的啊，转会费达到了2000万欧元。又是格里兹曼。哦，这一次格里兹曼的球没有传好，嗯，传的稍稍小了一点。马丁也该歇会儿，这友谊赛。我倒想，微博名叫做汤圈说，新赛季会转巴列卡诺的比赛吗？据说我们啊，在这个明天有一个发布会。没错，明天这个发布会见，一切的悬念终将揭晓。东东啊，说这个朱峥嵘连热身赛都打不上吗？朱峥嵘今天终于是拿到机会了。对，这次的机会，哎，左边路，那是吕文君吧？误打误撞还有机会，外围直接抡一脚。18号张一。终于有机会顶一顶，马竞似乎要喘口气，把中场的主动权暂时让出来一点。是，朱峥嵘再传给王春超，十年一说，超哥刚下班回来，吉安呢？替补。埃弗拉，环弗兰在背后干扰了一下。之前呢，大圣也介绍了，这个马竞呢有很多点石成金的作品。其实你说马竞有，还不是说是西蒙尼有。自西蒙尼来到球队以后呢，把很多球员变废为宝。是。而且我们说这种变废为宝，它真的是二次创新。
不仅仅是说年龄上是潜力股啊，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话说小鲜肉啊，变成实力派，有一些在年龄上其实已经褪色的球员，甚至认为没有发展的球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迪亚科，也看到了像胡安弗兰这样的球员，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涯当中再进一步，对，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胡安弗兰在遇到西蒙尼之前呢，平淡无奇，是一个西甲泛泛的右边前卫。嗯，在遇到西蒙尼之后呢，成为全西班牙最优秀的右边后卫，西班牙国脚，国家队主力。当时胡安弗兰从奥萨苏纳转会到马德里竞技只花了400万欧元。这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广告啊，在两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我们也期待着明天我们的这个发布会，也恳请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这边有你所有想知道的信息。球迷说，而且严俊林还帅，是到最后呢还是看颜值。这个肖斌就特别喜欢严俊林。好的，奥利弗托雷斯，哦呦，这球说实话我感觉没越位啊，应该没越位吧，给比埃托的。穆晨说，这个话说前天看国足感觉熟悉的国足又回来了，其实看上港这节奏是熟悉的甲 A 又回来了，还是说上港自己也没有投入多大的这个热忱和认真程度，反倒是西蒙尼的球队呢感觉今天更认真。对，而且其实一上来吧，上港还想打打闪电战，一上来还是拼了几下，但是后来啊，随着这个马竞高效的那一次反击，直接就打得没有脾气。宇文君，红卡，张伟再给到红卡，红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过皮球了。朱峥嵘，好的，哎呀，重名德罗巴，最后这脚啊，李云军这次是没有打好，不过刚才埃弗拉的做球还是挺漂亮。这球的发起应该是朱峥嵘发起的，当年的文武峥嵘，现在只有吴磊呢仍然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首发。对，李云军这个赛季呢，在达维受伤，那包括海森受伤期间能够拿到一些先发，还有于海受伤的时候，但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先发选择。是，看这次的角球机会给到后点头球，这个太罕见了吧，孔卡头球啊，这个球开的弧线比较高，开到后点之后孔卡捡了一个漏，但是球是被奥布拉克跳起没收。上所留言说，这个迭戈当年在尤文主要的问题还是和别罗处的不好，不是说迭戈，是蒂亚戈 啊，不是迭戈啊，这是俩人啊，当然都在尤文待过。对，那个迭戈现在应该是在土超。对，格里兹曼的争顶。哎，诸葛道长就问了一句，这明儿发布会什么时候啊？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明天的发布会是在下午的2:30。好了 ，PTV 战略发布会。好，金创奥斯卡留言说，这甲 A 可不能黑啊！当年米卢说了，世界前锋五步之内没人超过郝海东。这个路子就对了，一场热身赛嘛，大家特别是我们的微博平台就畅所欲言，大家每个人的观点啊得以分享。克里斯曼刚才给西凯拉，这边还是西凯拉，科克，亚哥转身回来再给加比，
看到马竞的这四个中场，迪亚哥、奥利弗托雷斯、加比以及科克，他们的这个跑位很灵活。先来看这次进攻，欢弗兰传一个低平球，还是在找格里兹曼。这次是被汪佳杰破坏掉。佳杰这个赛季真的也不容易，左后卫、右后卫、后腰、中后卫都打了，都打了。而且呢，还有点晚节不保的意思。嗯，因为有一个阶段里面打哪个位置打得都很好，后来呢打哪个位置呢都打得不顺，背了锅。是的，上半场的比赛不是一分钟，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最终上半场马德里竞技是在客场2-0暂时领先着上海上港，进球的是梅开二度啊，格里兹曼。好的，欢迎回来。整体来看，上半场的比赛还是十分精彩的，双方啊，这是都是有一些这种攻防转换，特别是马竞这边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嗯，应该说整个上半场比赛呈现出的这种认真程度，尤其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有些球迷留言的就是商业比赛、国际友谊赛的比赛，那么旅游型球队，啊，过来宣传型球队，说白了，这个经常是出工不出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马竞，他们非常认真。嗯，西蒙尼对于任何事物的那种几乎苛刻的偏执的那种追求感，在他的这支这个混搭的阵容球队当中得以体现。上半场比赛里，他们在很多的时间里边，可以说是排山倒海连续压制，并且造成了两个进球，两个门框。对，这样的话，整个上半场其实就是在西蒙尼这种苛刻的要求之下，球队也是踢出了非常精彩的足球。虽然这是一场商业性的友谊赛，而马德里竞技这边其实上来的三板斧打的还是不错的，埃弗拉的几次的这种冲击力，上港这边啊，对对，上港这边也是这个有几次的冲击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说整体来看，上半场的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也稍事休息，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一会儿见。就是真相哦，二二更开心。原来我就是荷尔蒙啊！52分钟，你知道的我们知道哦，你不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哦。欢迎收看体育切克闹，爱笑不笑闹太淘，我是范范，我是肖冰，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五马一加一。东亚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以说是铁打的中日韩，流水的朝鲜和香港啊！而且呢，最近呢是这个韩国传出了消息，自己更换了自己的这个正副队长，分别是金英权和张贤秀。说的客气一点，就是说中超是帮韩国培养了这个人才；但说的不客气一点啊，有的人说啊，这个正副队长还不是要打替补。你说这将来这个巴西队的正副队长会不会也从咱们中超的队伍里来挑选呢？毕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古人呢有卧薪尝胆，为了实现目的就要忍辱负重。龚指导为了详细的研究中超各支球队他们技战术的特点，特意到央视进修了大半年的解说员。东山再起之日就是2-1北京国安之时，仅仅四场比赛，进球数已经超过了前半程，就是传说中的二进攻。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抽签结果是出来了啊，亚洲区的第五名要和中北美地区的第四名进行一场附加赛。虽然说在实力方面啊，亚洲的球队呢是不如这个北美地区的，但是咱们中国根本不带怕的。为什么？不是因为咱们中国的实力更强大，而是因为咱们压根没有打过附加赛，所以没有经营面积呀。辽足的孙世林是飞踹了无锡，裁判员当场给了黄牌一张，但是足协表示必须要追加处罚。这个行为呢和柯昭飞踹马季奇啊，郭浩飞踹孔卡性质是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他下脚这么狠？他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怨气需要宣泄？有球迷呢是挖出了他的黑历史，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被足协禁赛3个月，理由呢是年龄造假。
刚刚刑满释放的总是需要表现一下啊，表现欲比较强，但是你拼命可以，别拼别人的呀。国安在输给贵州人和之后呢，国安的董事长罗宁呢也发表了一番言论啊，说咱们这个中超球队啊，不是比谁花钱多，而是要比谁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大。这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啊，国安没有这个贵州人和花的钱多，但是呢，对社会是做出了贡献，哪怕这些贡献是体现在这个球迷的语言表达能力上。最近呢，南宁举办了香港明星足球队的巡回比赛啊，在香港明星队这边啊，是谭咏麟、陈百祥还有黄日华领先，另外一边就是广西本土的东兴队。比赛刚刚开始呢，香港明星队就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上半场结束6-1啊，东兴队那边动作就开始大了，动作大之后就被演变成为一场群殴。为了一次性的解除对方的武装，黄日华老师是祭出了降龙十八掌，一次轰倒了对方3个人，可惜呢郑伊健不在啊，不然就是红星和东兴的火并。岁月是把杀猪刀，体育屠夫来补刀。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是中国历史上啊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是谁呢？刘长春。他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历史上这个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最出色的短跑运动员。这个步频快呀，步幅大是他的优点之一，而凭借着这些优点呢，他也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的奥运会。1932年的7月8日，刘长春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出发，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从上海搭上了前往美国洛杉矶的邮轮，奔赴参加奥运会。经过了21天的周折，7月29日才抵达洛杉矶。第二天7月30日，刘长春参加了奥运会的开幕式，成为了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1936年，他再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了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但是因为旅途颠簸，恢复不及时，两次奥运会均没能进入复赛。在1932年奥运会的时候，刘长春甚至没有回国的路费，最后还是在当地华人的捐助下才回的国。唤醒心中的荷尔蒙，什么叫做失误？就是很认真的把一件事情玩坏了。看完肖斌推荐的视频，我就纳闷了，到底谁把谁玩坏了？天气太热，不如来一段内裤之旅。哎，不用怕羞羞啊，看看人家小贝的内裤之旅啊，不仅是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是丰富了路人的眼界。欢迎来到今天的补时2分钟，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大家都在说什么。
拜仁的中国形象一股旋风给球迷在炎炎的夏季带来一丝慰藉，但是拜仁主席鲁梅尼格的一席话又在球迷的心里落下个疙瘩。我不想隐瞒，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山寨球衣实在太多了，我们希望看到球迷购买正版球衣，这才是生活里最好的。这番话让人想起20多年前对盗版光碟的讨论，上个世纪的那场讨论最终以盗版光碟退出市场而告终。然而在支持欧洲豪门的球迷当中，还有很多是没有自己工作的年轻人，让他们负担75欧元一件的球衣或许有些强人所难。因此有网友表示，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球迷真的有钱了，自然会买正品球衣。但是这样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买不起正版并不意味着要去买盗版。支持自己心爱的球队绝对不止穿球衣这么一种方式，球迷们可以购买一些相对较为便宜的球迷官方商品，例如水杯、帽子、围巾等等，也可以守在电视机或者电脑前熬夜看球，为自己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即便是每天只是扫一扫跟自己喜欢的球队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不失为一种支持和关注的方式。对于正版和盗版球衣之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争论的双方似乎也都有道理。盗版球衣确实是球迷结合自身经济状况之后做出的一种选择，这一点想必正版球衣的支持者们也无法否认。但是在他们看来，购买盗版球衣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多么骄傲或者光荣的事情。
好的，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托雷斯已经替换格里兹曼上场了。托雷斯的上场也是算是万众期待，看看托雷斯替换上场之后的表现能不能打进进球。上半场的比赛是凭借着格里兹曼的两粒进球，马德里竞技是在客场2-0领先着上海上港。下半场的比赛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也是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仍然是由金超以及石庆胜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上海上港这次仍然是白色的球衣从左向右进攻，而马德里竞技则是从右向左进攻，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哇，这个看上去有意无意之间的一脚长传，其实质量都很好。是，加比也好，迪亚哥也好，科科也好，确实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好的机会，托雷斯上来之后第一次进攻就有进球，应该是西凯拉的助攻。话音未落，嗯，哦，这一次还真蹭到了。先是比埃托回回来之后，一脚非常质量的起球。这样的话，马里竞技下半场一开场，第一次攻门就将比分改写成了3-0，分外轻松。嗯。下半场的比赛仍然欢迎球迷朋友们通过新浪微博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金超奥斯卡”以及十大圣布奇天，在直播帖下留言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正好看一下球迷的留言啊，就球迷说上港四个国脚加上达维吉安都没上，输呢也算有了交代，进个球就完美了。嗯，球迷在问达维呢，达维有点小伤。是，酸菜鱼留言说虽然已经落后两个了，但毕竟差距摆在那里，对，感觉上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拼的，开局阶段踢得很不错，比前年国足好太多。关弗兰再交到中路，这是加比，张一刚才的传球又是显得有一些拖大，关弗兰没有看到在身后的球员，球是被断下来的。张磊的大脚找到埃弗拉，球还是没能停好，被萨维奇给抢到了。好的，这次在边路西凯拉，看看传中的质量，球是被碰了一下，出了底线，角球。四号王申超今天也是带上队长袖标。他之前呢就是球队的队长，在孙祥来到球队之后呢退居队副。那么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孙祥也不会出战，王申超呢就是国二的队长选择了。嗯，而这次的角球又是造成了威胁，外围再来一脚，球是偏出。今天西海拉的确是十分活跃，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买家经纪人，总要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倾尽全力。更何况西蒙尼对球员本来就没有说盖棺定论这样的一个模式，他都是在看表现，这一点跟穆里尼奥是很像的。他是根据自身的这个球员的发挥表现有一个评估，来决定这个球员最终在自己的阵容当中的选择。吕文君今天不太顺啊，是吕文君的这个嘴角也是出血，在上半场的时候就他就有一次在场下的质量。埃布拉胸部停下来给到自己的队友，这边张卫，哦，这一次的拼抢还是十分积极的，想送身后找埃布拉，但是这一次是被萨维奇抢先一步将球破坏出边线。从字幕给出的信息来看，小将杨世元登场啊。
没有必要，就是这样的比赛，比如说球员受伤了，机会，哇哦，这一次的配合不错，禁区内的打门来自林创意，像吕文君刚才这样的创伤，包括考虑到上半场比赛他出现过的伤情，就没有必要让他在这样的比赛里去坚持。对，刚才传球的还是孔卡，这一次也是迫使奥布拉克做出了扑救。看这次的角球，还是找后点，第一点仍然是被马德里竞技这边卢卡斯顶到。这边马德里竞技马上发动快速反击，这次的转移没有办法形成威胁。虽然没有戈丁，但是这种攻防过程当中的定位球，其优势还是很明显，是在马竞这边。对，连广告玩弹幕，听比赛更省流量，看什么？下载第一体育 APP 一起嗨。黄福兰。球迷说了，那女球迷啊没白去一趟啊，对，不止一个，一定会有大票的粉丝，没错，为托雷斯刚才精彩的头球去呐喊的。我说实话，中午跟我交流的那两位今天要去看球的也都是女性。哦，原来如此。刚才好像这个卡拉斯托上场了，晃了一眼，好像有个21号，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在场边，上海上港这边12号的李浩文也是准备上场。看一下马德里竞技，这边外围有远射机会，再分托雷斯，单刀了，补射打偏。这个补射有点搞笑，是。科科嘛，科科自己也乐了，好像还不太像科科。这个假设其实处理得非常的有意思。对，科科，这边托雷斯 啊，托雷斯的小角度射门这两年成灾了啊，太多小角度射门往往不进。嗯，球迷留言说这个比赛不用跟别的比赛比啊，对手不懈怠就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尊重。对，2013年联合会杯大西地3战丢了24个，但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换上李浩文，但是由于广告的关系应该没看清楚谁被换下了。刚才吕文君应该之前就被换下了，对对对，他是被杨水仁给换了。这边有点乱，埃弗拉又是倒地了。关键还是看孔卡休息没休息。嗯，2015万达国际足球邀请赛获得了万达海外地产项目的鼎力支持，包括澳洲黄金海岸珠宝三塔、西班牙万、美国芝加哥万、伦敦万4大项目参与到其中。孔卡还在，埃弗拉还在，林创意也在。奥利弗的连接，再给右侧胡安弗兰，加比，加比和迪亚哥太稳，现在迪亚哥应该是休息了，对，应该是萨沃尔上，萨沃尔上，对，17号萨沃尔，应该是替下了迪亚哥，从位置上来看啊，萨沃尔今天上来以后打了个后腰，萨沃尔其实这个位置通常来讲更偏向于。微型中场，嗯，反正这个热身赛呢也是让大家多练练，没准新赛季呢能够派上用场。对，萨沃尔尼格斯也是94年的西班牙中场。哦，劳尔加西亚要上，加梅斯要上，索斯加梅斯要上，换上加梅斯，两位老将，换上劳尔加西亚，换下奥利弗托雷斯。劳尔加西亚，著名的甲锋，对，劳尔加西亚上场。转眼之间，这位曾经的奥萨苏纳之王啊，现在也年近30。
而赫斯加密斯也是曾经的马拉加的队长。哦，这球开得不好。对，马拉加最具代表性的后场长青树。对，这是卡拉斯科。卡拉斯科，卡拉斯科也是这个赛季这边卡拉斯科上场，比利时边锋换下，是谁给换下了？是不是换下比埃托？好像是啊，位置上也是可以做这样类似的调整。卡拉斯科偏向于一个假锋。嗯，这边是加梅斯上场。卡拉斯科的位置其实跟劳尔加夏比较接近。在上上个年度啊，我们曾经在 BPV 第一体育全程直播了法甲联赛的比赛，当时呢重点关注的是新晋崛起的，当时新晋崛起的摩纳哥以及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卡拉斯科这个非常出众的个人能力和身体素质，而且当时他还非常小。卡斯科这个赛季转会过来也是花了马德里竞技1500万欧元才能转会过来。哎，比埃托还在，这传球的就是比埃托，比埃托还在。科科下了，啊，科科下了，埃弗拉，萨维奇在防他，一对一，再扣，好的，一个人单干了。好，传后点机会，这边的个人能力真的是没话说的。对，尤其是这个身体结合球以后的各种，你看到花哨的也好，质朴的也好，漂亮，都会孔卡，哇，太厉害了！我们的两个外援真的很棒。是，刚才孔卡在边路的过人也十分的精彩，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埃弗拉也好，孔卡也好，他们在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秀的这种方式。对。就他不仅仅是为了这个比赛，有一点点想在这个一众大牌面前去表演一下自己的，没错，展示一下自己。虽然我在中超，但是我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其实孔卡照理来说，以他这样的一个特点，包括今天这样一个天气状况、比赛性质，他不太会那样去过人的。对，在这个赛前，阿根廷的前锋也是马竞这边的这个克雷亚也是提到说挺想在场上和自己的阿根廷老乡这个过过招的。我们来看看球迷留言吧，这个阶段其实节奏非常快啊，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很高兴留言啊，很多西甲的球迷又来了啊，这都是我们西甲欢乐多的球迷，都用两个字来形容托雷斯啊，我就不念托妞了啊，大家都是单刀不射，喜欢秒射啊，大家还要有联想，问秋儿是不是在现场，因此秒射等等等等。环弗兰来至边线球，加比，好球啊！这一次的转移其实意思是到了，但是脚法控制的稍稍大了一点。传球的是萨瓦，胡言乱语，急了，这徐新怎么还不上？其实这比赛呢，西蒙尼不必过于认真，真的可以考虑让我们的徐新上来秀一下。对，没错，其实在中国比赛，大家还是挺想看到他的。好的，打一个身后，丁方毅这一次的送球就是打在了马德里竞技球员身上，弹出了底线。林庄毅这一阶段也是比较活跃，刚才在门前也是拿到了大门，跑远到了奥布拉克，这一次又是自己突到禁区内想传球，碰到了胡安弗兰。哇哦，心抽筋了，张欣抽筋了，这也一定跟今天的温度有关系。今天全天上海的温度呢，我个人的体感是39度到40度左右，地表温度肯定超过40度了。对，最近上海特别闷热。托雷斯，人生赢家，
在这个赛季托雷斯也是重新穿回了自己心爱的九号战袍，而杰克逊马丁内斯是穿的十一号。杨巧义留言说，石家庄的隆冬怎么穿着马竞九号就上了，居然还进了球。就可见现在啊，上半场就有很多球迷在说这个，现在更关注中超啊，对商业比赛不是特别感冒。中超的影响力真的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对，大家现在不是像以往那样拿着欧洲的球队来类比中超的球队，而往往开始用中超的球员类比欧洲的明星。没错，李创意的角球哦开得太大了，应该直接出去。只不过呢，是我们怎么想办法在中超外援整体的实力大幅增强的情况之下，我们本土的球员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真实的增长。对，刚才我们又是看到了我们 PPTV 在场边的广告牌。哦，大圣你真的尽力了。好了好了，也欢迎关注明天的发布会，14:30。王俊就是喜欢足球啊，说这八甲 MVP 不是盖的啊，说孔卡。张一是坚持不了了，对，换上42号孙俊芳。这个孙俊芳应该也是没有在中超报名名单当中的。嗯，这个替补阵容基本上都没在中超报名。嗯。哦，这个徐昕要上了啊，4号。今天徐昕穿了一个4号，终于要上。哎，因为马竞的这一款的球衣呢是特制的，就是加了中文名字。哎，专门为这次在中国做赛做准备。嗯，同时几支有中国概念的球队呢，都是在今年夏天来到了中国。对，因为马竞呢去年毕竟是有这个万达的入资。哎，阶段很上岗有点强行要定位球的意思，不停地刷角球，但是效果却不好。是，刚才林昌义的那个角球也是开得有点离谱。一是自身的质量有问题，另外一个层面上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对手是全欧洲、全世界最擅长定位球的球队。对，孔卡，想在这支球队面前，你舒舒服服地抢到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更期待的是上港这边不是刷多少定位球，而是你上个吉安吧。对，上个吉安这个打一打，对，亮个相，对抗对抗，看看这个曾经在世界杯赛上叱咤风云的高手，那碰上一众欧洲的这个后场球员，到底是怎么一个对抗。嗯，说实话，这么刷定位球，我认为上港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得分的。对，换上这个克雷亚，徐昕也要上。上徐昕，换一下加比。阿根廷的小将克雷亚是妖人，对啊，安赫尔克雷亚，这个在很多操作类、管理类游戏里面早有耳闻的一位名神。而这边对95年出生的球员。而另外一边呢，就是中国的小将徐昕。对，看看徐昕的表现吧。啊，徐昕曾经也是这个申花青年队的球员。刚才就是徐昕的拉球。在一起再给徐昕，徐昕位置呢是苏亚雷斯的位置，马里奥苏亚雷斯的位置。嗯，就是中场后腰这样的一个位置。对，这个位置上马竞随着超级马里奥的离开呢，确实是有一定空间的，而且徐昕的确还非常年轻。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可能性。是的，徐昕是94年的球员，沈阳人。欢弗兰，萨瓦，
再回给萨维奇。边卢卡斯追一步赶上，所以有东亚杯的比赛啊，再结合这个阶段中超的这种观赛，更多的球迷这个阶段的留言都不是针对这场比赛的，都是在讨论这个话题感更强的这个国足以及中超的话题。这个我觉得也必然成为这个阶段，可能是这个月在足球领域里面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没错，我们这样的一场比赛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平台，给大家去聊一聊。看完了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包括有一众国脚的上岗，那么怎么来协调联赛和国家队的这种比赛关系，对，怎么把联赛当中学到的东西带来的掌球的这种表现真正的体现在国家队的层面上，提振中国球迷的整体士气，这是个课题。张卫在边路还是选择往禁区内给埃弗拉，这一次的扣球被对手识破。球迷开玩笑说马竞面前这耍定位球，这不耍大刀吗？是好的，再给托雷斯，托雷斯很开阔，直接给劳尔加西亚。你要是真想学习学习，你不如让马竞多开几个定位球，你跟人家看看他那个定位球的设计，而不是你自己要多少定位球。不漂亮，环弗兰和劳尔加西亚连续的配合，哇，全是想一脚，这也是开始玩看马竞这种抢劫，他不是强劲的身体对抗，但是他是四五名球员都穿插在你的防守线里边，你会发现你很难出球。他即便没有那种很明确的去上抢的动作，并不像英格兰球队，对，哗嚓一个飞铲，但其实他很轻巧的就阻断了你所有出球的可能性。没错，是利用这种空间以及跑位来阻断你的这个进攻线、传球线。这就是克雷亚，刚才应该是踩了一下皮球。95年的球员，2014年从圣罗伦索来到球队，阿根廷的小妖怪。文字走了吗？说西甲欢乐多还赞助西甲球队吗？我们争取赞助更多西甲球队。曼城273留言说：“这个人生赢家现在就缺个中超冠军了。”书童子晨则问：“这个埃弗拉还没找到下家吗？”埃弗拉这个成本比较大，嗯，他不像努阿提啊，还能够在这个二级别的这个像日本的比赛里面，或者是韩国的球队里面去，对，去找到这种下家。努阿提应该是去了庆南 FC， 对。而埃弗拉只是这个相当于现在一个陪练的状态，对。通常也有球迷打打预备队联赛，嗯。中超的这个投入度太高，其实已经。我们说叫做肥的流油了。对，好的，徐昕刚才漂亮的抢劫，不错啊，徐昕。对，而且挺淡定的小伙子，你看，哎，就是面对家乡父老吧，没有说特别紧张，拿球啊还是都挺从容。海神无量觉得中超现在的差距就是节奏。和韩国的联赛有一定的差距，其实有一些中超的比赛的质量已经非常高，节奏非常快了，但是提振节奏的根本原因还是外援。好的，劳尔加西亚给到托雷斯，还有机会，外援射，好球啊，萨瓦，专业远射球队马竞，萨瓦尼格斯的远射，萨瓦这两年是拿到大量的上场机会，西蒙尼的爱将。另外一位爱将这个吉米内斯啊，前锋线上的那个吉米内斯好像要走，要去本菲卡了。嗯，环弗兰，埃弗拉想转身摆脱的时候，球是很丢，抢得很凶啊！嚯，刚才又是劳尔加西亚和埃弗拉的对抗。
果然是都踢得很认真。埃弗拉这个比赛是他必须要认真的。嗯，如果把这当作正式比赛的话，那可能是他能够踢到的正式比赛也就这样的比赛了。我们说四号不会上来踢后腰，说徐昕后腰。其实他在这个青年队是不是可以踢往前一点？有可能啊，这要看，因为现在来讲他才20岁出头啊，可塑性还很强。对，随着这个教练员对他的认识的加深，各级别教练员对他的一个定位的不同，嗯，他可能会踢更多的位置。对，因为现在还处于一个位置选择的阶段。是，因为从这个。我从这个网上维基那边看到他的资料，他是踢前锋的，在二队、嗯、啊。还是霍恩弗兰。嗯。老同志今天很不遗余力嘛，多次插到对方的这个禁区腹地。好的，好变相啊，非常快，法拉斯科吧，对，法拉斯科的这种结合球的能力，包括他的造型，太适合现在这支球队床单军团。因为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想怎么样才能加入到马竞，你必须要有一脸的大胡子，你必须要有，你正说着呢，来来了，看劳尔加西亚，嗯，你必须要有多位置属性，就你一个人能踢好多个位置。嗯，当然了，格里兹曼来到球队以后呢，给托雷斯这样的纤弱型球员呢提供了一条通路啊，就这种我们也行，金发少年也行，哎，金童也可以。关键这个卡拉斯科，这个比利时的这种妖人现在也很多，他是有西班牙血统，西班牙血统。嗯，转移太大了，张卫是没办法拿到的。张卫也是踢了一场，这个天气下应该是挺累的。马竞这边这，我想这么热的天也不剃剃胡子，是吧？加比啊，啊、嗯，霍恩弗兰啊，马尔加西亚呀、啊，这以前还有阿尔达图兰，阿尔达图兰我估计可能是。对胡子有偏好，但是其他人应该漂亮，克雷亚该剃就剃。小将安赫尔·克雷亚，阿根廷青年队成员。这个他们想，反正过两天我就走了，就这样。上港替补席上有谁啊？有孙祥吗？有球迷在问。没孙祥啊，没孙祥。有吉安，就有吉安。其他的都是小将。那球迷说对吉安最大的印象就是南非世界杯罚丢点球。嗯，换上特耶和托马斯特耶和这个贝拉斯克斯。特耶是来自加纳的防守型中场，而27号贝拉斯克斯则是乌拉圭的中后卫。哎，这球挑起来了。转移到右边，漂亮，霍恩弗兰，这一脚的传球虽然看得非常随意，但是质量很高。上港现在比较怕的就是这种对方围攻啊，对，对方经常是卯足了劲以后形成一个阶段性围攻，然后他就有点弱。对，这是马竞最大的特点。你看他平时啊，他的整个队形是基本上处于后防线位置，在本方30米甚至25米，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低位型的球队，对，但是他会突然间上逼，形成高位的合围。就这个阶段的马竞是最可怕的。对，路易斯·埃尔南德斯下啊，贝拉斯科斯上，现在进入这个喝水时间。饮水时间1分钟，这是投放场上精彩的一些镜头。霍恩弗兰啊，托雷斯啊。不好意思，奥里波托雷斯啊，以及托雷斯，还有加比，
埃里克森今天面容还是比较严峻，对，面对自己的爱徒。赛前埃里克森也说了，现在西蒙尼已经是欧洲最优秀的教练员之一了。对，我觉得这个话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赛前那种教练员之间的恭维之词，对，也不是，这是一个大实话。哎，对，这个西蒙尼现在手里的这些荣誉真的就是绝对是欧洲顶级的这个教练员。这个当年欧冠要不是他不太攒人品，那个提前进步那一下，说不定攒攒人品欧冠就拿下来了。玉小江问马竞十五号是亚洲人吗？看着有点像。十五号萨维奇，萨维奇，他可不像亚洲人，这大鹰钩鼻子。这个像亚洲人，看到了吗？马竞的四号。四号。不但亚洲，而且沈阳。萨维奇是黑山人，黑山的著名球员啊。这个我们已经通过英超啊，通过意甲的比赛，对他非常熟悉。对，他没有太像亚洲人，他这个大鹰钩鼻子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比较像这个巴尔干地区的。哎，比赛重新开始了。哎，小兵不张嘎说了，萨沃尔不是打边锋的吗？怎么给打后腰了？嗯，还记得年初打皇马的那个道，这就是我说的，他打攻击型中场或者边锋位置，今天他上来以后站了后腰，我也觉得很奇怪。哎，我刚才就说了一句，这是不是一种位置上的新尝试啊？换上五十五号胡敬堂，换下十五号林创义啊。嗯，基本上都是小将，对，但是还没看到基安上。看来我估计是这个埃里克森不太想让他上，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后面毕竟还要争冠。克雷斯给到徐昕，漂亮，好球啊！徐昕非常从容的穿裆过人，看来这个出去这个锻炼这段时间真的是挺管事儿的。长球，再分还弗兰，马尔加西亚连续做配合，徐昕漂亮的传球，莱亚送一个身后，托雷斯直接选择打门，想要一个后门柱。这两脚球射的还是有点，近年来托雷斯是疯的，这个还有点切尔西时代和AC 米兰时代托雷斯的风格。刚开场那个秒射啊，那个太有西甲欢乐多的风范了，因为我们已经总结过了，托雷斯必秒射，果然是上来第一次出球就进了。所谓秒射的就是这个阶段的托雷斯进入到职业生涯的这个新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到了一个维持发展期了，我们叫他这个阶段的托雷斯基本上在处理一脚球的过程当中不能带，一带呢效果就差，他经常会通过带球过程中把角度带小，带到一个相当狭窄区域里面，这是他这些年带球的一个问题。哇，这球踢空了。要想取得好效果，往往就是那个秒射，你一次性出球的时候射门。对，就是他第一下这个控制是世界级的，这个选择也是世界级的。嗯，而让他做调整的话，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跟他十七八岁刚刚在马竞崭露头角，那会儿呢，这什么意思啊？胡安弗兰又踢空了。这个那会儿我才刚刚从事这个行业啊，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哇，我觉得这个非常青春少年的一个形象映入眼帘，当然那会儿我也是青春少年啊，和我差不多，比你还要小一点啊。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刚刚晋升到一线这边成为队长的托雷斯，这边的机会一脚撩射来自孔卡。这个比赛有必要让孔卡打到底吗？对啊，不如换换鞋。还是很多球迷都在留言讨论这个中国队的一些情况，足球体制的一些情况。看来一场这个东亚杯的比赛啊，不仅仅是输了球，带来的思考也很多。对，而且让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了差距。
毕竟韩国队是一个二线三线匹配的阵容，而中国队主场打成这个样子。当然这个中国队其实也有一些球员是有伤，对，这个理由你千万不能再找，再找这个咱们球迷留言能把我这爆了。你韩国队傲娇的说这个没伤我都不来，更何况中国国脚你很难说谁比谁更好，一定那个是主力，这个不是主力。最近这一阶段啊，两支球队打得有点乱啊，这个大部分的主力下去了。对，这就是遛弯然后把这个比赛耗掉了，因为到八十分钟以后，以现在天气状况，估计是真的踢不动。嗯，有徐昕，克雷亚。唯一可喜的就是让我们看看徐昕，他在场上的这种感觉是还是不错的。信没有，刚刚打开客户端，能否介绍一下马竞的引援情况？哇，你这个开客户端开的也太晚了。晚了。哇，这球可以吹啊！吹点球可以的。那镜头没跟上。马竞新赛季的引援，我简单总结一下。那他们在整个转会市场上输出的3400万的阿尔达图兰去了巴塞罗那，引起了轰动。名将曼朱基奇去到尤文图斯，价格也接近2000万欧元。比利时大将阿尔德维雷尔德去到托纳姆热刺，以收集西班牙比利时国脚而闻名的热刺，再次招到了一位阿贾克斯的队长。超级马里奥，马里奥苏亚雷斯，加盟的佛罗伦萨，价格也达到了1500万欧元。对，米兰达，巴西国家队在美洲杯赛上的队长之一米兰达，是有价租借的方式去到了国际米兰。对，300万。徐昕，看看徐昕，真的是徐昕吗？漂亮，好球啊！哎呀，想做嫁衣给徐昕，托雷斯不给力啊！徐昕厉害。对，我倒觉得这个未必是他。想做嫁衣，我觉得有一点托雷斯带不动嘛。哦，这个不过徐昕啊，刚才看一抬眼看前面是托雷斯，还是传吧。而且你看啊，很淡定，他是整个视线的方向冲着球门，这是没带好。对，没带好，没带好。托雷斯自己没带好。他我们说的这个另外一位金发球员，当然这是染出来的，那就是徐昕。徐昕，很淡定啊，视线在向球门的这样一个角度，却突然间搓出一个漂亮的斜传。哎。其实刚才是打的话也没问题。另外呢，就是 CR7 啊，著名的乌拉圭 CR7， 就是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正式自由转会回归阿根廷。对，上赛季应该是在帕尔马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帕尔马的破产了。在之前赛季里边，跟西凯拉争夺左边后卫的阿根廷国脚安萨尔迪，也是离开了，去了泽尼特。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变化啊。另外卡尼也走，先看这个球，没问题。可能刚才问问题的那位球迷更想知道的就是买了哪些人。对，马竞总共到目前为止花费将近1亿3000万，3500万买进杰克逊马丁内斯，2500万买进斯蒂凡萨维奇，这球犯规了。21岁的比利时新锐卡拉斯科，2000万从摩纳哥加入，西甲上赛季第一小鲜肉卢西亚诺比埃托2000万加入，另外就是巴西国脚之一名将路易斯菲利佩，再度回归，价格也达到了1600万，从切尔西。吉马朗伊什的年轻后防球员门萨，小门萨伯纳德门萨，也加入战阵。对，身价达到1000万，不过现在呢是把它租出去，应该是租去了赫塔费。包括像西甲的新生代力量当中的代表，这个巴布蒂斯塔奥，也就是莱奥，也租出去了。对，先看这球，这次定位球高度不够，禁区内一片混乱，这一次顶到了，看看还能不能逮到机会，有点乱。欢弗兰将球带出来。好的，撞墙式的配合。由于转会市场上总共呢，球队是收获了将近9000万，
那么花费呢将近1亿3000万，所以净投入呢接近4000万。4000万。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德里竞技虽然失去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球员，乌兰、米兰达、曼朱基奇等人，但是综合战力我认为又有了提升。对，新赛季他们在西甲包括欧冠的争夺将更加引人关注。嗯，而且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他的磨合问题，因为新赛季的西甲将实行新的转播分配体制，马竞获得的收益要大大的超出以往。那么现在呢，马竞开始逐渐的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再加上还有中国资本的强力加入。嗯，这次上海上港在中路球是被弄丢了，帕拉斯科将球回到中间，这边有徐昕，再给劳尔加西亚，往右边路找到欢弗兰。嗯，有一个球迷的观点也挺好的，白开水对了水，就是说韩国的一队现在集结起来估计踢不过东亚杯的那个韩国队，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嗯，就是态度问题。那么现在韩国的 B 队呢，他有很强的表现的欲望，希望能够跻身一线，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的投入度甚至要远远高过我们主场作战的一些中国的常备国脚的原因。对，有球迷判断的徐昕啊，说他迟早是上港鲁能恒大绿地的菜。好的，外围来一脚，漂亮，专业远射球队。卡拉斯克外围这脚的大门又是力量十足，在对方的干扰之下还能打出如此高质量的射门。门将孙乐今天也是没什么办法，看看马德里竞技这边的角球机会。第一点，门将碰了一下徐昕。哦，这一次还是有犯规的动作，放倒了 iFlag。 下半场比赛现在马上就要到88分钟了，马德里竞技3-0领先着上海上港。这三粒进球分别是由格里兹曼的梅开二度以及托雷斯下半场的秒射打进。这边这个球是已经越位，上海上港将球发出之后又是中场的混战，红卡看来今天要踢全场，吉安估计是没有上场的机会。球又是被马德里竞技这边断下来。哇，这动作比较狠。刚才是贝拉斯克斯，想开一个快速的定位球也没能成功。奥布拉克手抛球找到胡安弗兰，再给徐昕，看看徐昕的长传球找得非常准。可以啊，托雷斯，托雷斯不太给力。他这个第三下第四下就没了，真不行 啊还得重新抢，抢劫能力是可以的。相对于徐昕这几下，我觉得托雷斯有点漏桌了。嗯，这徐昕真的是可以的，不错。哦，卡拉斯克真难防。嚯，红卡，1-2，这次又是被对手放倒。
今天感觉主裁判王哲应该是一张牌也没有出。对，友谊赛经常是如此啊。在中国进行的很多友谊赛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嗯。好的，在边路，看看传中的质量，给一个低平球，这边马竞已经直接铲球将球破坏出来。这两个边路能够打出来，但是这种进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是马竞不怕，二是上港没中锋。对，上港从头到尾都没中锋。对，要吉安在还行，海森伤。这打了半天了，都是这种两边路的传中，所以这更像是为了打而打。嗯，因为这里面都是年轻球员嘛。嗯，再锻炼一下。对对对。还是徐昕，真的如果是要去追求结果的话，那这个战术安排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是后克雷亚，徐昕还是传托雷斯啊。其实徐昕从几次拿球传球来看还真不错，不错。哎，而且有身体。嗯，老尔加西亚，现在呢他还处于这个马竞的边缘位置，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获得一些个机会啊，长长球，或者呢像马竞长期以来的操作一样，能不能租给一支下游的这个西甲球队或者是一支西乙球队，能够让他踢一些比赛。是好的，拉了机会扣，再打，哦，球没有发生力，打在了外脚背上，奥布拉克下地将球扑到。下半场的补时给到两分钟，现在还有三十秒左右，这一下处理是很冷静的。嗯，没有发上力射门，埃弗朗呢确实不是最擅长，但是毕竟年轻。比赛进入到最后时间段了，又是一个人杀到禁区内，还有机会闪过来，哦，克雷亚，太悬了，嗯，这个克雷亚呀，卡拉斯科呀，这些球员跟我们秀了一下这些年轻球员的能力啊，对他们这些94、95年的小孩就可以单挑我们的后防线，他们未来将会成为马竞的新动力，这些球员将会有可能接下那些曾经马竞神锋们的衣钵。嗯，对，前途无量。这样的话，最后马德里竞技是3-0战胜上海上港。托雷斯下半场登场就有进球，上半场凭借着格里兹曼的两个进球梅开二度。好的，欢迎回来。整体来看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下半场让我们看到了马竞一众小将包括中国的徐昕良好的发挥，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年轻球员和对方年轻球员这种差距。没错，我们看到了上港很多年轻的球员啊，这些年轻球员呢应该说今儿踢到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尽了全力了。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马竞的年轻球员，确实他的年轻球员啊，不仅仅是在西班牙当地他的青训体系当中的领选，他是全世界撒网，然后去捕捉那些全世界特别是拉丁系统当中最优秀的年轻球员，把他们聚合起来进行提炼拔擢租借出去，然后再经过比赛经验的打造再回来包装甚至升级。所以马竞的这套体系啊，确实也是值得除了我们这个踢比赛完成一些商业目的以外更应该去学习的部分。对的，整个这个马竞就像一个加工厂一样，把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优秀的青年球员拿到这边来加工一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徐昕在马竞的这个新工厂能够给我们锻炼提升练级，从而给咱们中国国家队啊培养这种新的这种好的球员。今天呢也是感谢这个金超老师精彩的点评，我是大胜，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